望梅止渴。哎呦，一整天没吃饭了，人都饿虚脱了。饿了你不会吃啊，这还让人叫你吃的东西都被我昨天全消灭光了，真是个大饭桶。这样吧，我来画一笼包子吧。你这是什么破方法啊？这是我跟草草学的，叫望梅止渴。难道看到梅子就不会渴吗？这只是传说。东汉末年，把格句之事异常严重。有一次，草曹在攻打郑袖的行军途中，士兵们又累又渴。水是生命的源泉，可是只剩下甘泉眼了。渴比饿更可怕哦。你们骑马去看看周围有没有水源，要快。报告丞相，没有任何水源，周围的土地都干得裂开来了。哎，长此下去，我的士兵们岂不是白白渴死在这流传之地？不行，我不能眼睁睁人有巨事发展，是要马上拿出一个完全之策来重新振奋士气的。乡亲们，我刚才接到一个消息，就在前方不远处有一大片梅林，正是丰收的好时节，树上结满了果子，酸甜多汁，美味可口啊！我又有力量了，前进啊！可以幻想，不要空想哦。那我们心动不如行动，快行军吧！胜利在前面等着你们呢。走到现在，哪有什么梅林啊？不过你们看那边，真的有个湖，哎，这是真的吗？成语“望梅止渴”就概括了这样的故事。原意表达的是远远望着又甜又酸的梅子就不渴了。现在呢，比喻远望，无法实现，或用不现实的幻想聊以自慰。